需要帮助一个偏远地区资源欠缺的青少年，结果团经过诚心灵水到三江，是协助因完成心愿，鼓励因勇敢去追求梦想。娘，这么贴心！阿妈甲孙说多谢。一个为偏乡来的姓齐的阿弟啊，厝内长期是做田的，伊注意到天气热热热，阿妈做田是真辛苦，希望阿妈有无啊通好食食，伫个田里有沙条通好用，和阿妈较轻松咧。救国团甲诚心人士甲因斗三工，可以摕到遮个物件。工作的时候可以让土弄松，种田比较好种就对了。对。救国团以基本服务基金为基础，发起帮助偏远弱势青少年的计划，甲因斗三工，改善厝内生活，或者是帮助学习的物件。亲像这个姓肖的囡仔兄，伊知影因阿公的遐讲句啊，即个摕到一双新的遐讲，和因阿公打工巡田水的时阵，有新的鞋啊通好穿。偏乡弱势的小孩子，这个都是经济资源，家庭都是非常贫穷的啊。那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个计划，多多少少也能够实现这个贫富差距的缩短。事实上，这项计划要透过各家偏乡的青少年学习手工艺制作的技能，透过完成作品的过程建立自信。近年来已经帮助6000多个偏乡弱势囡仔完成他们的愿望。记者综合报道。